这花真的超级大呀！啊，好漂亮，还发着光呢。爷爷，这朵莲花里会开出一位新朋友吗？那当然了，这朵莲花里会开出水精灵阿露。哇！能快点出生就好了。有个新朋友真的好开心啊！要是喜欢玩的话就好了。如果能让阿露开心一些，也许会因为急着见你们而快点出来。阿露，大家都等着你呢，所以快点出来吧。是要出来吗？性格挺厉害。我以为花瓣会打开呢。我也是。怎么看感觉都不会马上出来。大家要是都这样盯着看，阿露也许会因为害羞就不出来了。不是因为这样才不出来的吗？一直这样看着他可能就不出来了，所以还是回去比较好。什么声音？可可。我是想着他一个人多无聊呀，在旁边唱唱歌就会好一些。我也要一起。我也是。那个，我也想要一起。我也有点担心。大家都回来守着他呢。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比起无聊，还是要好一点吧。没错。好，大家一起唱歌吧。灿烂的夏天，耀眼夺目的夏天，灿烂的夏天，耀眼夺目的夏天，等待着你的到来，等待着你的到来。花开了，看来很喜欢我们唱的歌。花瓣没有继续开了，也许是因为歌唱完了吧，继续唱歌吧。灿烂的夏天，耀眼夺目的夏天，等待着你的到来，新的朋友。灿烂的夏天。
见多目的夏天，新的朋友。阿鲁好像很喜欢呢，看来很喜欢我们唱的歌。啊，好像散发出了一股香气。就是对不起，阿鲁。怎么办呀？怎么会这样？阿鲁，你好。阿鲁，我叫努努。我是小杰。我是露露。我是娜娜。我叫可可。我是嘟嘟嘟。我是迪迪。我们好好相处吧，阿鲁。你没事吧，阿鲁？很疼吗？还疼吗？有点疼。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真的很漂亮吧？这是我的，我要带走它。不行，这是爷爷心爱的花。不行。阿鲁。这是我的。怎么办？花肯定会凋谢的，你快抓住它。阿鲁，不能随意摘花的啊。我才不管这些呢。不能这样下去了。露露，小杰，娜娜，你们去那边。我们去这边。这是我的。什么？小心点。阿鲁，没事吧？多危险！花凋谢了，都是因为我。别哭了，阿鲁。花朵好疼，很疼的。可可对花很了解，肯定知道救活它的办法。是连根拔的，可以救活它的。救救花吧。知道了。什么时候才能活过来？好像不会活过来了。要是被爷爷知道了。相信可可吧。现在好了，喝了水之后要健康的成长哦。
水花才能健康又漂亮的盛开，如果因为漂亮就去摘它，它就会因为疼痛而凋谢的。对不起让你这么疼。我们做到了，真的太好了。阿鲁跟孩子们相处得不错呀，真的太好了。这是嘟巴嘟巴村的雪景图。雪，这就是雪，凉凉的，很柔软，融化就变成了水。啊，我们明天和朋友们一起去玩雪吧。雪，打雪仗很好玩，堆雪人也是超级有趣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雪人吧，因为雪很多，肯定可以堆很多好看的雪人。好的，我要堆世界上最大最帅气的雪人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堆。看好了，我也不能输啊，来比比谁堆的雪人最帅。
好了。努努，比你的大多了吧？是啊，真是个很帅的雪人。哇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堆一个帅气的雪人。像这样又大又帅的雪人，只有我能堆出来。露露，你帮我不就行了？堆一个比我的雪人还要大、还要帅的雪人，哼，我才不来。切，露露真坏。对对。哦。松鼠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别碰我的雪人！我的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在哭。松鼠，你怎么哭了？看来是饿了。是因为下雪了，找不到埋在哪里了吗？重点不是这个，世界上最大最帅的雪人被那只松鼠毁了。露露，你冷静一点，再堆一个雪人不就行了？比起玩的，吃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吃的更重要。我们帮松鼠找点吃的吧。好的，我们一定给你找到吃的。别太担心了，迪迪很擅长闻味的，很快就会知道种子埋在哪里了。我一定会认真闻气味的。好奇怪哦。怎么了，迪迪？什么？到底在哪儿？就是这个，好像是这里，又好像是那里。什么嘛？你确定吗？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再怎么闻，都闻不出味道。你怎么能闻不出味道呢？是因为雪吗？雪好像把气味都掩盖了，这样漫无目的的找好像很困难的样子。那么怎么办啊？别管松鼠了，咱们重新堆雪人吧。是啊，就是这个，露露，就像堆雪人滚雪球那样，用这里所有雪来做雪球的话，雪就会被清理干净，那么皮蒂也会闻到果仁的味道。哇，那么就可以了。是我想的主意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滚巨大的雪球吧。怎么不行啊？嘿嘿，你不行，像这样，要像这样用超级大的力才行啊！切，我也可以。露露，你真坏！你看，我要用这个。正也出发啦！再加把劲儿！哇，好啦，好棒，清理干净了！
现在就能找到藏起来的种子了吧？嗯，是啊。现在应该吃饱了吧？啊，真的太好了！啊，你在干什么，阿露？堆雪人。啊，雪人！来，我们帮你。要堆一个帅气的雪人，可不能少了我啊！哦，好，用力推吧。还有表情了，是世界上最大最帅的。真的好帅啊！这是我们一起堆的，真的是个很帅的雪人吧？帅气的雪人。